好，这位小姐，我是玲玲。那我们今天画的是那只口琴。因为它有那吗？不理我。那只口，那只口。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好脸部的着色和描边动作了。那我们的那只口琴呢？它就是。我们先画好五官的一个十字，对，我不要画到我的画。好，这是先画好一个十字，然后再去做其他地方部位的调整。那我先在米豆子的眼睛旁边做一个框的，就代表呢，它只能画到那里，它皮肤只能画到那。那我们现在米豆子的脸部弄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弄它的法棒，乱说，好心虚。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把它头发部分继续弄好。Go。玲，请问你这样画，人家小刘之前面都是你画的吗？前面都我画的，这种风格哎。玲，哦哟，安静。请问一下。你这么会画画是遗传到爸爸还是妈妈？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爸爸爸爸。妈妈。妈妈爸爸爸爸。那不然你来画一只猫咪给我看。我以前可是好歹也当过学艺股长的好不好？我们班的学艺是那种，例如拿签名本的那种。对呀、啊。学艺股长就以前都要帮负责画海报，好像当过一次吧，有吧？好，那我画的米豆子当然没有动漫中的米豆子可爱，所以呢，请大家见谅。这样斜下来，虽然还有个厚度，适当的厚度，再来过来。然后呢，到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的时候，这个我先把它关下来。到白色这里就跟着它上来，上来。Here's what I'm just to your baby, I can't. Oh, that one another. 完成了，再做一点背景吧。好，那米豆子本身好了，那你就来做后面的答案。后面的话，它背景这里是有一棵树的。就随便画树的面。听说啊，像是雪山那里嘛，他们的家那里，他所有的。他那个动画公司画的所有的树雪背景都是去那个真的的地方一个雪山采景的，结果呢差点遇难，所以你们去看第一集的时候呢，那动画
那个树枝、那个、树本身都是真的的。然后呢，那个指甲都已经做了，然后我帮他修理好，是最终完成版的 Nezuko 剑。那十万片就订阅我，每天晚上6点多是十万片。那我们下次见，拜。